So today is Christ the King Sunday. People, are you guys ready to worship? Yes. Yes. Come on, let's rise and worship our God with unshakable faith. Thank you.
的圣洁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来单单见他的容颜。不管有什么东西缠绕你心的，都把它放下，让我们在他面前，我们一起的来虚心谦卑，在他的面前来敬拜。你的圣洁永不改变，此刻我来见你容面，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，屈膝谦卑。
不被时间限制，不被空间限制。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跟世界的众教会、众使徒、跟天上的众圣徒，我们都继续的一起的来敬拜。就让我们这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心继续的转向神，大大的献给他。Thank you.
That's right.